这个17号以来呢，这个海南入岛的旅客包括我们的进店客流呢都有了比较大的增长，同步的我们的销售额的回暖趋势呢也很明显。然后呢，结合我们跟品牌的伙伴跟我们的渠道的合作伙伴呢发放这个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优惠券，这样呢争取这个把自贸港建设和离岛免税的政策红利呢与广大来琼旅客呢一起分享。今天来到这里第一感觉就是感觉这里非常新，然后物种非常的全，就应有尽有，然后发现咱们这次的优惠力度真的是非常的大，然后较外面相比的话确实便宜好多，就包括电子产品了都能够少很多。